主任跟执行长有什么不一样？主任要负责的是法案，所以呢，你在立法院里面，你必须你要有法案，然后呢，你这样才有办法来做一些服务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另外来讲，执行长他只是挂名，他很少进立法院，哎，得先往后走。我知道了。主任是真的办实事的，要做选民服务的，要做法案质询的，对，要写质询稿的，没错。执行长是去敲代志，拼经济。老公，我要指着你一敲代志，敲代志，阿德应该拼经济嘛？尤其你看哦，这些有执行长的，他通常都不会在不分区域的办公室。为什么不分区啊？我属要这贼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的区域立委。多多少少立法院的委员都会有一些执行长，为什么？你还可以敲代级，啊，敲代级才会有一些收入，有一些收入以后选举才有一些资源挹注。好，这个人叫张腾龙，张腾龙就可以帮你找到敏明。